主料高粉68克，中粉300克，酵母7毫升，后腿肉180克，辅料温水适量，梅称盐2勺，花椒面1勺，味精1勺，水1碗，葱花100克，姜末10克，糖1勺，酱油半勺，香油1勺。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一、后腿肉肥瘦适中，剁成馅，放水配料中的所有材料调均匀备用。二、主材中的高粉鸡粉混合和成面团放置温暖处发酵至 2.5 倍大。三、发好的面团排气后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，擀成面皮，包成小圆包子。四、所有包好的包子合影。五、先放15毫升面粉，加水和成面水，起锅放油中火，把包子均匀排列，倒入面水，每裹包子一半即可，盖上盖子，中火收水，等水收干后倒入油再煎。六、在这种状态下加油煎至底部金黄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